我们生活中啊，听到两种啊类似的，一种叫谣言，一种叫谎言。谎言跟谣言的不同在于，谎言的目的性非常强，非常直接，它用最低的啊社会成本呢，获得最大的效益。我们知道的谎言，这个最典型的那个寓言就是狼来了，是吧？他为什么要说谎呢？是因为说谎能获得极大的好处。 呃，撒谎啊，这事儿人人都撒谎啊，没有一个人不撒谎。从小孩的心智成熟的这个标志上讲，撒谎是他的心智成熟的第一标志。你不要以为孩子啊，从小到大不会说谎，他突然有一天，他在利弊得失中，他发现说一个谎话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社会效益的话，他一定说谎。 这个说谎表明他的心智成熟，啊，这是儿童心理学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这个，比如啊，哥哥和弟弟在家里打碎一个花瓶，家长一进家就问啊，说这花瓶谁打碎的？明明是哥哥打碎的，哥哥说，弟弟打碎的，因为弟弟这会儿还不能说话啊，不能说话就没法解释啊。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他是怕家长惩罚他。这时候说明啊，这个哥哥的心智开始成熟，他知道这件事儿有后果了。那么我们生活中啊，其实每个人都在说不同程度的谎啊。我们为什么要说谎呢？有时候是要避免生活中的麻烦啊。这个。 比如有人约我说：“哎，马先生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”哎呀，我说我这都约出去了。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什么时候吃。说不行，我这一个月都约出去了。其实是我不想跟他吃饭。我觉得今天社会啊，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啊，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儿，大家又又怕吃饭啊。你吃饭就发胖，你看都发胖啊，所以不想吃饭，避免这个麻烦呢，就说。 说个谎话，就是说呢，我有人约了。如果你不说这谎，你说我不想跟你吃饭，他就觉得你这人不好，所以只好不去解释，就撒一谎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生活中啊，为了避免麻烦而撒谎。还有一种说谎啊，是无意义的，比如俩人一见面说：“哎呦，您怎么越来越年轻了？”你说这事儿可能吗？ 天下没有一个人会越活越年轻啊，对不对？这话一定是谎言，只不过就是讨你一高兴啊。你比如说我看到生活中的场景最多的就是俩人一见面一看说：“哎呦，您真不像您这岁数的啊！”这话一定是谎言。我说过，嗯，这人呐，多年轻藏不起十岁来。您是什么岁数，就是什么样子。 我基本上判断这人，我不认人。我一看这脸，我一看这状态，我马上就知道他岁数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小女孩身体的典型特征是薄，你从侧面看这女孩薄，这一厚起来，这岁数就大了。所以我就特怕这岁数大的人去演少女啊，她怎么轻盈，她也轻盈不了啊，因为她不是那岁数。所以一个人藏不住十岁啊，这就是、但是说谎啊。 大部分人为了让你高兴、哄你高兴，说：“哟，您这看着不像五十，像三十的。”你要信了这个话啊，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你智力有问题啊，智力平均值以下。嗯，所以不要听人家的恭维话。但这恭维话没什么坏处，为什么没什么坏处呢？是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和谐社会里，都习惯于这种恭维。你比如有人一见我就说：“哎哟，您这最近……” 听说您减肥呢，确实瘦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没瘦，我还长两斤呢。我这烦着呢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到病房里去看病人，是不是？你能跟病人说实话吗？医生告诉你了，他来日无多啊，不多了。你进去跟你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气色还不错，快好了，很快就是出院了。”你这不是明摆着说瞎话吗？但是作为病人，他有时候愿意相信你的谎言。 我们今天啊要说这种谎话，代价有时候比较重，为什么呢？你有这信息呀、啊，啊，有人回去给老婆打一电话，说我到家了，老婆立刻说你发一定位给我，一下傻了，这定位没法发啊。据说现在这个微信中有一个谎言的定位功能啊，就是你想在哪儿，它就在哪儿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使啊，反正我不会使这玩意儿。 就说你这定位系统啊，有时候你说不了谎，科技帮你解决很多麻烦。你看过去啊，我们的信息系统不好的时候，你知道每个人有手机可以发短信呐、啊，打电话，这无非就是近十几年的事儿嘛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那电话都是有线的，都是单位的，有很大部分人家里还没有电话呢。 所以那时候约会事先说好，有的都是拿信约的。你想约一会儿特麻烦，虽然在一个城市里写一封信，说哪天哪月哪日到哪儿哪儿哪儿第几个电线杆子底下那儿等着去。这时候最怕什么呢？最怕对方迟到。迟到只要有一分钟，你就开始胡思乱想啊。第一是哎呦，我是不是没写清楚啊？他是不是忘了呀？怎么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心里非常没底儿。 今天呢，一晚了，班儿发一短信说我在路上了啊，堵车。哎，你马上心里就舒服了，晚点晚点呗。所以今天的这种信息系统呢，导致你离不开信息生活啊。过去不是那个，我刚才说的就那种约会啊。我原来认识一个女的啊，那女的长得不是太好看啊。要哥今天找个对象呢，没那么容易。但是人家有一好处啊，就约会的时候准时。 她跟她的丈夫啊，她丈夫英俊啊，这个当年约会的时候呢，就定在了一个公共空间，大冬天的一电线杆子底下，一等啊，等好长时间，男的呢给忘了。他不是说迟到了，他是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忘了以后好几个钟头，突然想起这事儿，想起怎么办呢？一想说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如果我不去的话。 那我这事儿没法交代。如果我去了，甭管我多晚，甭管他是否走了，我是去了。所以这男的呢，好几个钟头，大概四五个钟头以后，才赶到了那个约会现场。这时候呢，那女的还、啊、在电杆子底下等着呢，这就有点长存抱柱信了啊。这男的啊，看见那女的第一眼。 就决定一个重大的事儿，就说我就跟她结婚了啊！这个在这之前没见过面啊，甭管什么样，我就跟她结婚了。就这女的就是太忠诚这件事儿了，所以你看这人呐，这、就是命啊，命是命，运是运啊，你改不了，人就这命啊。两口子在一起，人就觉得啊，从身高、长相，从哪儿都觉得不太般配，都觉得大小伙子这么棒，怎么跟跟了他了呢？就是因为这女的在电线杆子底下死等。 就是因为这男的把这事彻底忘了，又跑过去看一眼。如果这男的没忘啊，准时准点的两个人在那儿约会，可能聊聊两句啊，就觉得哎，这女的长得没达到我心里的要求，得走了。嗯，人家啊，就因为忘了，因为迟到确立了这爱情，所以有时候多等会儿没什么坏处啊。所以呢，这种啊说谎啊。 我们刚才说啊，这说谎最多的是医院啊。这个医生跟医病人之间，他他避讳。这东方文化都是很婉转的，没有那医生给你开完化验单干什么，跟你说你啊活不了多久了。没有医生怎么说话，都得明知不能治，也得告诉你这事儿能治，我们去努力，都是这么说。外国医生可不是这么说。我认识一人。 那外国医生给他看完病，直接告诉他说：“你只有半年时间啊！”他不信，他从国外飞过来到国内折腾半天，活了八个月，也就多活俩月，对吧？那外国这个医生很正式的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时间，你需要做善后准备。那我们的文化不同，我们肯定是说瞎话的。你这个病人去了，跟医生一看啊，医生说：“你这个病很重啊。” 跟家属叫来，跟家属有时候撂底，但是跟家属说呢，这事儿得瞒着他，不能告诉他。所以这种事儿我们生活中碰多了啊。我早年认识一女的啊，这女的特漂亮啊，演过电影，女明星。她是那个年月少有钱的富婆啊，她那个钱是大钱，所以她身边就围绕着很多骗子啊。这个她生活中啊碰到一男的。 我们所有人看这男的都不怎么遮啊，但他坚信不疑他这个迟到的爱情啊。这男的伺候他特好，男的要做餐厅啊，他就帮这男的出钱啊。那都是二十年前一花花一千多万装修，我认为全是在装修中呢赚这过程的钱。这餐厅是肯定赚不了钱啊，餐厅还养一巨大的那么海豹池，那海豹钻来钻去，哪个餐厅弄得跟海洋馆似的，肯定都不赚钱。 但是他相信这爱情啊，他就把这个钱老给这男的，给这男的。他在后来病重的时候，他老去看病。看病的时候，因为手比较大方嘛，就给这个主治大夫每次看完病都给个二三百美金的小费。二三百美金非常多，二十年前啊。后来这个医生呢，就也会把他拉到一边儿，跟他说：“说你对我太好了，但是有个事儿，我都不知道当不当跟你说。说老跟着你来这男的到底是你什么人呢？”他说：“男朋友啊，男朋友。” 说男朋友说这男朋友在背后老问我，就是您还有多少日子？他一愣，这心里就不愉快了嘛。你想想，你打听这干嘛呀？他回去就问这男朋友说你你跑那医生了，老问什么呀？那男的说我我我确实是问了。那男的很贼，他不回避这事儿。他要说我没问，那这事儿就瞎了。他说我问了，我只不过是希望在你生命最后的时刻对你更好一些。哎，他说这瞎话。 哎，女的她就愿意相信这瞎话，结果后来啊，后来事情就发展的比较严重，就是她化疗啊，化疗以后晚上半夜特别口口渴啊，那天呢，那个保姆忘了给她放这个凉白开了，她每天半夜十二点多钟时候必须喝一大杯凉水，结果她自个儿扶着这个床起来，自个儿跑到这个。 厨房去倒水的时候，一下就看着她这男朋友跟那保姆在那儿呢啊,啊，啊，在那儿啪啪啪呢啊，结果她就火了，那那那你听没有听人说是你亲眼看见的？当天晚上就把这俩人全轰出去了，说把他气的在那儿哆嗦了后半宿。那么你说啊，一个被爱情啊迷住了双眼的人，是最愿意相信谎言的。 这个别说，其实我们所有的旁人都看得很清楚，就觉得这人不好啊，这男的不好，为什么？他那眼神就告诉你，他就不是个好人，是吧？但是女的不信呢、啊，尤其他病重，他又有钱，他又不在乎钱，这时候温暖是最重要的啊。从某种意义上讲呢，如果后面不穿帮的话，哈，我也认为这谎言还给他带来了人生最后一段温暖。 这人说谎话吧，动物也会啊，对吧？我讲过我们家的猫是吧？我们家的猫装瘸啊，那就是它说谎啊。它用装瘸换得你的同情。人也是这样，人有时候其实都是那种小心计啊。你生活中，你的亲人、你的同事啊，你身边的人，有时候突然病了，有时候是真病了啊，小病大养。 有时候是没病啊，跟你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浑身不舒服，为什么呢？获得你的同情。我们说了啊，小骗局就是个谎言，大骗局是什么呢？叫阴谋，阴谋啊。在大骗局和小骗局之间呢，有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小时候老说一句话，特有意思，就是说呢，说，说这人啊，竟跟我玩这小知俩。 什么叫知俩呢？标准发音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他老跟我玩这小伎俩。那时候你有字不认识，念半边儿吧，所以半边念知俩，所以这个这个话是这样啊。错字念顺了嘴以后啊，改不过来，所以很长时间我们老说说说，净跟我玩这小知俩啊，就是说不正经说话。我们那代人啊，年轻的时候正经说话的不多啊。 那么你再看谣言跟谎言之间啊，刚才说了，谎言有直接目的啊，他要有个直接目的，谣言就不一定。谣言它有时候是间接目的，什么叫间接目的啊？就是他不是为了直接达到什么目的，他是为了泄愤啊，他心里有愤怒啊，他有醋意，所以他叫造谣啊，恶心你。 这个谣言这词儿、啊，按理说这个来着啊，比较晚。过去啊，古人管它叫流言。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说流言蜚语嘛。最早啊，在荀子里呢就能看到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流闻止于欧愚啊，这个流言止于智者。”我们今天还说“流言止于”，就是谣言止于智者。原话是从荀子这儿来的。什么叫“流闻止于欧愚”呢？欧。 和鱼都是一种瓦器，啊，流完呢，是流动的、滚动的一个球，啊，会跌在这个低洼处。这种欧鱼呢，你可以引申为低洼处，有点像高尔夫，是吧？高尔夫就是流完滚动的嘛，一个球最后掉到它那洞里，啊，荀子就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：流完止于欧鱼。 流言止于智者。就这种流言蜚语啊，最后一定是被一个聪明人指到这儿，不去传。你比如说，我就不太爱传这些闲话啊，因为我从小就觉得，只有那个家庭妇女才去传闲话呢，所以我就对这事儿比较烦啊。别人跟我说什么，我有时候连听都不爱听，就算我听了，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就给彻底忘了。我是左耳朵这边是左耳朵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啊，就出了。 那么造谣啊，我们为什么说一个说谣言？谣言是你听来的，你再去传播，这叫谣言。还有一种是直接有人造谣，嗯，所以叫造谣。你知道造谣啊？你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啊。比如有人造你的谣，他为什么要造你的谣？刚才说了，这个造谣跟说谎不一样，他不是直接目的，他是间接目的，就是他嫉妒你，他恨你啊，他觉得你比他好。 所以他在想法弄你，他弄不了你怎么办呢？他就造谣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你身上谣言来了，要证明一个问题，证明你比他过得好，啊，你在一个上升阶段，你在一个即将达到一个目的的阶段的时候，你可能获得的谣言的概率要比别人大，对吧？你比如说过去我上一单位去看，那单位销售，墙上挂好多表啊，销售冠军歘一个人销售好几十套房子。 亚军销售了三套，剩下人都是一套两套的。然后我说我就奇怪，我就问我说这人怎么销售这么多房子？啊？旁边人给我拉一边说，跟人睡觉、嗯，造谣，嫉妒。我就说了他一句，我说啊，他他他这个明摆着是他有销售技巧。你这各种单位，就销售单位里都有一种销售冠军，有销售天才。 他绝对我说他睡觉睡不过来，这这客户太多呀，对不对？这客户还净女的呢，他跟谁睡觉去？他不是这个，他就是造谣啊！他也没有看到无中生有，这就是造谣的特点。那么你知道啊，在一个单位有人造你的谣啊，有时候比啊，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安慰你好啊。你比如说，有人一看，哎呀，说咱这事儿啊，不成了就不成了啊，咱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啊，咱还有下一回。 这是人来安慰你，这安慰你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不成了。造谣说明你什么？说明你成了。你比如谣言啊，能置人于死地，那是因为你心胸不够宽。你比如我们民国时期的，大电影明星啊，阮玲玉之死就是谣言搞死的，啊，就给他造谣啊，造谣无非就是谁和谁中，谁和谁不中，谁和谁上了床，就这点破事儿。 是不是？最后，阮玲玉这个写下了“人言可畏”，然、啊、后就就走了啊，就走了。呃，以自杀这种形式表示对社会的抗争。我觉得今天确实没必要啊。这事儿呢，过去多少年了？过去得有八十年了啊，就是民国时期。阮玲玉现在呢，是因为有有有电影可看啊。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史的话。 啊，你可以看看他当年都演过什么片子啊，长得小鼻子小眼儿那么一演员啊。那么谣言对每个人来说呢，他承受力不一样，有的人特别能承受啊，有的人不能承受啊，不能承受怎么办呢？要不然就哭哭啼啼，要不然就死一死了之。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，造谣就杀伤力最大的，就是说谁和谁睡觉了，对不对？ 这种造谣呢，尤其对女的伤害特别大。那个年月啊，今天不是啊，今天哎呀，今天这女的不怕说这事儿。过去女的一说这女的跟谁啊上床睡觉了，后果是有可能嫁不出去，对不对？过去这女的啊，跟过多的人，那时候过多跟今天这过多还不能比啊，跟人有关系了啊。 这叫破鞋挂着那个破鞋游街，你们今天是没有看到我小时候看到对人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，今天没有了，今天没有。今天我们相对来说每个人对自己呢，相对都还有一个这个自我把控的能力。社会对每个人来说，相对，呃，我们过去的那个那段历史呢，要改善很多啊，要有很，就现在的人比过去人相对有尊严。 我们今天的人啊，都认为自己啊，对这个谣言是有辨识能力的啊，这其实不一定啊。你比如我们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事儿啊，你比如说抢盐，对吧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出事儿就抢盐。非典时期抢盐，这个日本福岛这个核电站泄漏抢盐，是吧？那为什么抢盐呢？啊，就说这盐能怎么着呢？ 把这盐吹得神乎其神啊，能够抗辐射，我简直就不能想象盐怎么能抗辐射。盐要能抗辐射，那核武器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每次当比较大的社会事件出现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不安情绪。这种不安情绪被某些人利用，或者说被公众一层一层的渲染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谣言。 这个谣言就导致社会抢购盐啊，甚至有人买，一人买一卡车盐，那疯了吧，啊！所以，我们对社会这种谣言呢，得有辨识。兄弟，你轻点啊，嗯，那上面的问题不大，那是一块石头啊，嗯，下去了。 那么除了这种非典时期啊抢盐呐、啊、抢还有抢板蓝根呐、啊、等等啊这些事情呢这个以外啊，当然这些抢购的事情有可能是商家故意炒作啊造谣让你消费，很多人啊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赚你一道而已。 你比如啊，这种事情古代就有。我们明清时期啊，你知道中国瓷器，西方人很多人不理解这东西为什么能烧的那么白、那么漂亮、那么好用。最初欧洲人曾经认为我们这瓷器都是拿贝壳烧的啊。这个，嗯，这个，哎呀，我们的宋球球跟内建鎏金虎啊，哎呀，关系很好啊。你们看一看，这都是我们。 拍摄中希望啊发生的事情，嗯，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东西碰下来，因为猫的动作很轻，他觉得这个怪物啊跟他有点接近啊，那是他徒弟，嗯，所以他跟他很亲，嗯。那么当年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的时候呢，欧洲为了把这个东西卖的很贵呢，也把中国瓷器吹得神乎其神啊。 有的欧洲人认为说这东西能解毒，你把毒液倒进去，它立刻就没毒了，就能喝了。你说这不是害害人吗？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钱比黄金甚至还贵。在今天的社会和在古代的社会都会发现，谣言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传得特别快，传播的快。为什么谣言传播比比那个正经话传播的快呢？是因为大部分谣言人们没法判断。 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不是事实，而相信有利于自己心理的判断，或者说它有利于自己内心的积怨的释放。所以，阴暗面的谣言就特别容易传播。我们社会中就是啊，就是过去说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就这个意思。凡是负面的，特别容易传得特别广，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。 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呢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信息系统呢堵塞，堵塞，所以谣言的逻辑呢，它有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，所以它满足了很多人内心的一种担忧，这是谣言一个途径。另一个途径就是，它谣言也会利用文化情绪，比如仇富，啊，这是一种情绪啊，仇富。 他觉得他凭什么有钱，我凭什么没钱？那人小时候跟我还是同学呢，所以造一些谣啊。那么再有呢，是利用谣言啊，利用谣言啊。我们说的有的谣言是比较正面的啊，你比如说古代啊，最爱说的一句话叫“天降祥瑞”啊，皇帝一登基，天降祥瑞；要不然就是乱世出谣言啊，这都成为一种定律。 古代乱世的时候，百姓都希望啊早点脱离苦海，所以都等待着啊这个某些事物出现。所以这百姓都有一些预感。你像陈胜吴广起义，这是写进我们教学课本的吧？哎，当年就是啊这个陈胜吴广啊，在这个被征发前往渔阳的这个路上呢。 遇大雨被困住了啊，道路又不通。这时候你按照当时的法律，你迟到、你晚到是要杀头的，那就是说怎么都是个死，所以只好去起义，揭竿而起。那么这时候你揭竿而起，你就要有一些啊舆论手段。这种舆论手段，从某种意义上讲叫编排出来。我们如果把谣言在此时看作是既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，它是一个中性词汇的时候。 你就知道当时他造谣是有用的，所以这帛书上呢，用丝绸写在上面，写仨字儿“陈胜王”，塞在鱼肚子里啊。别人打鱼上来时候一打开，说这是天意。这个我们今天觉得这都是小儿科啊，可是当时就认为这是天意。所以这种不胫而走的这种舆论，迅速就会传播开，这是符合公众内心的这种啊期盼的。 所以，我们今天啊，在生活中碰到的所有的这种信息，我们先不说是不是谣言，要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，啊，这种判断对你生存是有好处的。我们老说啊，不传谣啊，不信谣，不传谣。但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谣言呢？你要用你生活中的经验对它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。你比如我们生活中啊。 有一阵子老碰到一个叫“世界末日论”啊，“世界末日说”啊，都说准确的说哪天哪天就世界末日来了。为什么这个世界末日的这种谣言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，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呢？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诺亚方舟这么一说。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已经有三千年了，三千年以来关于世界末日的这个。 甭管是谣言还是话题，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，对吧？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二零零九年拍了一部影片，这这部影片叫《二零一二》啊。世界末日呢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啊，叫幺二二一啊，世界末日就要到来。这天已经过去五年了吧？大家啥感受？有没有也把那天都忘了吧？ 可是当时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啊，有的人把家产卖掉，赶紧趁这个，呃，剩下这日子好好玩儿，好好花。结果过了那天，财产也没了，末日也没来。我小时候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流传了一段时间的一个，你说它谣言也不一定是谣言啊，就是打鸡血往人体里打鸡血，你今天想都特可怕。 抱一大公鸡，从那公鸡身上抽了血，直接就打你血管里，然后说这人就特精神了。你怎么精神，你也不能如一个公鸡精神嘛、啊。那公鸡早上起来多精神啊！你要人打完鸡血成这样，还真麻烦。但这鸡血呢，我就至今不明白啊，它有什么道理？这动物的血，这鸡血毕竟不是人血，它怎么能打在人身上呢？人和人之间不化验血型都不能打血，都不能输血啊！一输血，产生生命危险啊！ 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血液啊，大血型四个 O 型的、A 型的、B 型的、AB 型的。最老的血液是什么呢？是 O 型的啊，有四五四五万年的历史。这个 A 型血出现呢，大概是在两万七千年前，A 型血就形成了啊。那 B 型血呢，跟 A 型血的这个产生的时间呢，差个一万多年啊，一万多年前后接的。